自己打，所以自己决定你们看想要什么样的策略。想用吹也行，用吹也行，用吹的也可以，随便你们。五个，打五个气球，四个气球放在四个脚上，然后另外一个气球夹到背上。这个夹在身上。这个都有规矩，必须要至少要多大吧？不用，那自己看，因为越大越容易。那我就直接不吹了，行不行？这个夹了，这个太小了，太小了，够吧？而且小了，夹不住啊，这么小。他抱的应该不太。电梯在都吃了。你看人家这样子还没抱，你这样子没抱。我靠，这打架好难打呀。不是，大家都一样的规则，你们打。觉得很麻烦的这个。反正是你决定大小，然后反正是。那我可以不打。我觉得这一轮要破呀。大小很小。破呀。让我说我加的那个不带啊。加的那个也要弄破了最后。最后也要弄破吗？不是，最后弄破。最后弄破吧，不然都还弄。那最后，那也行。才四个人。就是过程中不能弄破。弄破了，最后也要弄破，而且你如果弄一片的话，就会掉啊。它可以加到加不一定吗？弄十二张卡，再加上加数。被挤啊！你们两个挤破。挤破不要了。背对背挤破。那一箱大，我靠！挤破太那什么了。那你手不能碰啊。刚刚那边有个牧羊犬。我觉得这一轮还是巴萨垫底几分啊？垫底几分啊？可以负责吹谁的八十？底分是不是有八十啊？没有，算扣分啊。对啊，对，我觉得可以吹了，可以自己吹吧，自己可以想吹吹吹。哎，有绳子的，哎，有绳子。你先打绳子，我直接是一个。有绳子，它那个容易漏气。我感觉它漏气。你一直把我们家气球敲坏了。要固定吗？不用固定，不用固定，固定太麻烦了。别吹太大就行。不用啊，我的天，那大的好彩排呀！哎呀，好久不见了。啊？大的好彩排，目标大。没事，飘就飘。这肯定会走。让他们提前摆。对啊，这样子少踩一个嘛。已经是跑太慢了。哇，这确实会飘。来，让我们近距离观赏一下吹不起气球的选手。起来了，这也要起来了。没有，要拿热水泡。另外两个啥？组长啥？拿尖儿。好不容易吹好了两个，还弄。不是，吹好气球的可以练习一下背对背夹了啊。哎，一放。走路那个。不，你们练习一下，别忘了。真练习啊！换了，你们全换了。我觉得你吃球呢，你当然了。这还有一个，那你可能吹太大了。OK。哎，两手抓起来，两手，来来把两个手腕。咋走呀？不是，你们自由选择走的方式，可以像螃蟹一样横着走，横着走也可以背对背的往前走，前后走。我们可以开始了，那你们开始吧。哎，你们开始吧。哎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他们已经开始了。哪四个气球呀？这四个。这他们来了，你在撤吗？对，他们来了，我撤。哎，等会儿，李佳怡，你的气球。对。我进行参赛。同志们，可以吗？他手没，他们手在夹着，在旁边。可以这样夹着夹是吧？可以。只要不碰到气球就行。手不碰到气球就可以。等，没有，等，你的左脚，我的右脚，我们两个都左脚就乱了。不是，要是你挑不起。哇！哎，高跟鞋好踩啊！
还可以。哇，哇好迅速！哇，家人，看一下那个。我们这鞋比较平面，不合算的。非常厉害！赶紧，赶紧，赶紧！没事儿。好，去26秒。被他那个不是要用背夹。裁判。我知道，我来帮忙裁判。来，从你往这边来。好，让我走。2、3，开始。你不能踩好吗？我就跟着你走。哇，厉害！哇，这个又跟着就让翔了。哇，厉害！我觉得这个背很邪乎，好一个好强大的，哇，我不敢算，15秒7，啊，脚都崴了，你的鞋也蛮厉害的吧？他这普通的鞋子，下一组选手谁准备好谁上，我那儿有垃圾袋，来你们来吧。上吧，夹哪个？给我一个，对。准备吗？对，把你拖着一个，我就是这样。好，踩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1、2、3，开始！飞好远啊！是非常好，掉了，捡起来。来追，快点追！又掉了！哎呀，看来有人比我们还坚强。哦，回到原点，把它踩爆。太小了，真的不好踩。好。踩爆！好。好，17秒7分。多少？17秒7分。好吧。准备好了。1、2、3，开始。好。13秒3，你才俩。我操！太快。随便，在哪都行。先夹好。你们好小。他们的气球有点小。站中间，十一，站开天了，左臂，往前走，过天了。他俩都是站中间。大家都站中间的。好了吧？没有，还是往前走一步。十一往前走，下往后走。12秒8，超越了。
主要大概万一你们俩上一家家暴了，家暴了，你留个小的那个啥家那个。吹太大了，就放一点吧。好了，好，一、二、三，开始。也真不用这么大，很好。哎呦，没看着。哎呦，好霸气。好。十二秒一六，好快呀！你踩那边的，应该他们应该就是家长和小孩两个在一起，加上把小孩抱着，加上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一二三，开始。好大的球，好小，哇！哇！好有声音的质感，声音都好小，好有气场啊！哈哈哈哈！好。十三秒八三，十三秒八三。